哦，这里有一个报告哈，先跟大家讲一下。中委会雷藏之音频道，中委会这一次做的这个嘎拉巴底的奏音啊，听起来是很好的，是非常好的。研究上师制作的雷藏之音。这个嘎拉巴蒂的这个奏音是备受赞扬的一个奏音。他这个作品上架了近9个月，2024年8月21日，瑶池金母佛诞当日，已经突破100万遍的浏览次数。雷藏之音的频道，欢迎旧与新知能给予不断的支持、订阅及赞助，让我们一同共同推广真佛的音乐。洪财神结缘方案赞助方式，请洽中委会雷藏之音。赞助雷藏之音是欢喜功德入佛心，欢喜功德入佛心，感恩师尊加持。另外，这个袋子也是哦，这个袋子也是。一个人一个袋子，一个人背这个袋子，这个袋子蛮不错的，质量很好，都不会破。这个还有这个链子可以关起来，东西不会掉。那里面还有个小袋子，叫做加持袋，也可以放手机哦。也可以放手机哦，可以放手机的这个购物袋，而且你带这个还有帅，还有师尊呢，20岁的师尊加持，有 power 了。20岁的师尊很有 power 的，我做每一次我20岁的时候走出来，后面跟了一大群我不骗你真的，我家的那个信箱那个信箱，我那时候住在合作新村台中的合作新村，那时候20岁的时候。住台中合作新村，有一个女孩子姓庄，每天给我放一封情书，放在我的这个信箱里面，我以为是邮差放的，原来不是，她亲自骑脚踏车经过就丢到我的信箱里面，那时候我是这个样子。说每天都丢姓庄现在大概也很老，老了讲出名字应该没有关系他叫庄玉慧，庄玉慧，师母认得，师母认得，他叫庄玉慧，还有一个女的。天天晚上坐在我家到11、12点都不走的，然后我爸爸妈妈很烦，他说：“你去跟那个女生讲，叫她走。”我说：“我哪里敢？那女生她每天都晚上都到我家客厅坐，不走。
那时候我就是这个样子。那个女生也很老的啦，姓刘，叫刘江霞。还有同门，我那时候已经在收同门了。那时候有一个女的，年纪比我大一点，叫阿基克。那你们认得阿基克吗？我们都叫他阿基克啊，日本话叫阿基克，阿基克。我结婚的时候呢，他气的都没有来参加。还有一个跟我同姓的，师母已经跟我同姓了，还有一个跟我同姓的耶，那是我妹妹的同学，应该都很老的，没关系的，讲出名字都没有关系。她是我妹妹最小妹妹的三个要好同学，一个叫徐美华，卢尼英就是我妹妹，一个另外一个叫做卢玉媛，玉玉山的玉，媛大媛小媛，这个一媛两媛的媛，卢玉媛。我结婚的时候，她跟我妹妹讲，他想 marry me。 那时候我是这个样子。几个啦，还有孙母的同学，刘美莹，那时候这个我跟师母在一起的时候，他就跟师母讲，卢生燕啊，做朋友就好了，不要结婚啦。他的意思说，他可以跟我结婚，你跟他做朋友就好。我就是这个样子。说你们带了这个啊，有加持力啊。你看那时候有多少随便念念就这么多了啦，还有更多的嘞，真的。我到竹南去，我到竹南淡南，淡南也是一个姓刘的。那时候我在测量，我在测量脸，我在测量脸，在那时候在乃心针啊，测量脸在乃心针，对，也是一个姓刘的。怎么跟姓刘的这么有缘？都是姓刘，刘江霞、刘美莹。这个不好意思，这个已经结婚了，这个不要讲出来。不过也应该是很老，因为我都这么老了。有加持力呀、啊。大家一同赞助啊，同赞助买这个就是赞助这个雷藏之音啊，人就丧失的啊，要供养师尊的，买啦，面啦，不用客气，不用客气，留下来意思意思就好，意思意思。意思，给师尊的意思意思就好，
你那雷藏之音才大，我们这个是小的。哦，对了对了，对，另外还有这个喇嘛巴蒂，只是雷藏哈、啊、雷藏之音啊所做的喇嘛巴蒂。啊，非常旧，非常庄严。你看他手上拿的都是罗钵、啊、金刚符、念珠，还有罗钵叶。这个罗钵叶啊，你买了，你就有财库哎，知道吗？嘎拉巴蒂这个罗钵叶，它每一片叶子就是一个财库。你买了嘎拉巴蒂回去，就等于买了财库回去耶。他看看他有多出一个叶子没有，就多出一个财库耶。罗钵叶一个一片叶子就是一个财库。他经常数罗钵叶，罗钵的叶子就是数财，数那个财库。拿回去的，你一下子，我看叶子。一二三四五六，至少多出六个财库啊！至少多出六个财库，哎，又可以帮助修行。他本身又可以防魔，他有金刚符叶，另外还有罗钵啊，罗钵就也是资粮。那么罗钵叶就是财库。我知道的，念珠就是教你怎么修行，要修行 又有防护，又有资粮，又有财库，这应该要请回去。哦，又请了这个袋子。你刚刚有看到了，哇！那大家都有一大缸的黄金呢。我刚刚也看到。啊、我看到的时候眼睛就亮，眼睛就特别亮。本来我是昏昏欲睡啊，今天来的比较晚，吃饭也吃的比较晚，才刚刚上床就被叫起床，已经累得快累趴了，那走路都没有力，但是。看到那些那个黄大缸的黄金啊，还有看到那么多的那个 money 啊 ，so many money， 这个样子哇，一箱一箱的这样子运过来，那美金呢？好多一箱箱的这个美金运过来，哇，眼睛都亮了。精神就好一点，精神是稍微好一点，本来是没有精神。雷藏之音啊，帮助雷藏之音，而且自己可以发财，非常好。